放生不能固定时间地点采买及放生，以避免有心人士伺机敛财捕猎，害及物命。阿弥陀佛。哟，李居士来了，杨居士没一起来吗？杨居士一会儿到。您看，知道你们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来这里放生，所以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真是谢谢您了。我马上给您送过去。谢谢。放生的仪式结束后，被放生的苦难众生重回自然，欢喜无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喂，杨居士啊，好的，我们等您。杨居士马上过来，让我们等他一会儿。啊，好的，好的。哎，你们看，他们干什么呢？那个人是在捕鱼吧？我们快去看看。快！那个人怎么这样啊？别人刚刚放生，他就杀生？话可不能这么说。他们要不是把鱼放生在这里，那个人想捕也捕不到。这位菩萨，这些鱼是我们刚刚放生的，你能把它们再放回湖中吗？这位菩萨，你就发发慈悲心，把这些可怜的鱼给放了吧。为什么放了？我们对待众生都该有慈悲心呢。你有啊，我没有。菩萨教导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只是捕些鱼罢了。再说了，这湖又不是你们家的，凭什么你们能来这放生，我就不能来这捕鱼呢？那你也不能在我们一放生完就来捕鱼啊。那你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捕鱼？你就不应该抓这些鱼。不抓鱼我吃什么？行了，你别管这些闲事了。你也太不通情理了。是谁不通情理啊？我们一个愿意放，一个愿意抓，两不相干嘛。可你抓的是我们刚刚放生的鱼啊。你们要不来放生，我还没有那么多鱼抓呢。你说什么？这哦，倒霉，今天怎么让你们给瞧见了？平时啊，初一十五你们不都是放完生没多久就走了吗？怎么今天待了这么长时间呢？你每月初一十五都来这里捕鱼？哎呀，我是为了不扫你们的兴，每次都是等你们走了以后我才下网的，没想到今天你们居然待了这么长时间呢。李居士，这你放了他们就是在救自己的命，就是偿还你抓了这么多鱼所累积的杀业呀。鱼和我们都一样，会害怕会痛，求求你大发慈悲放了他们吧。你捕了一船的鱼，最后都让人给吃了，这杀业多大呀。你放这些鱼一条生路，也为您自己和众人修些福报啊。谁告诉你这些鱼是卖给人吃的？那是用来干嘛的？放生的。罪过呀，罪过！我们只想到要放生修福报，却反而伤害了物命，让他们遭受了更大的苦难。你们才买鱼呀？李居士，还需要鱼吗？王老师，你说我这罪业是不是造大了？阿弥陀佛，李居士。法师提到过，不能固定时间地点采买及放生，以避免有心人士伺机敛财捕猎，害及物命。受教了，谢谢王老师，以后我会注意这一点的。
布，以布施为首。布施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难能可贵的是，放生功德三种布施一概具备。王老师，李居士请坐吧。王老师，明天放生的鱼和车子我都安排好了，我明天一早就可以出发了。李居士，您要不嫌我啰嗦，有些话我还要跟您说说。我们首先要了解，放生是救众生的命，安众生的心。是的，要处处细心，处处为这些众生着想，要能够感同身受才行啊。你看，鱼店老板一听到我们要买鱼放生，为了赚钱，他会去调集各店的大小鱼类，等着我们去买。这样子本来是很好的，全市的鱼都集中在一起由我们来放生，不就等于是全国大赦一样吗？所有的鱼都能够在这一天重获自由。是啊，但是放生不能只考虑到我们人类的方便，而提早预定要放生的物类，必须从众生的感受出发，妥善考量放生的过程是否能让众生的身心没有畏惧，不能先去预定，让商家定期提早抓捕。放生要设身处地为众生着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爷爷，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租车的500块拿来买鱼，放到我们家旁边的公园里？这样就既方便，又可以多放好多条鱼呢，也不用这么早起赶这么远的路了。阿正，我们放生首先要想到的是众生的感受。是啊，阿正，爷爷说的对。可是放生不是买的越多，然后放的越多越好吗？放生是培养我们自己的慈悲心，用真诚心去对待众生，保护众生。至于放多少条，要看当时的条件和自己的能力了。有钱的可以出钱，没钱的可以当义工，或者心里赞叹放生，功德都是无量的。原来是这样啊。还有就是放生要选择没人去的地方，环境条件或水质要适合这种物类的生存，尽可能要设想周到，才能让被放的物类存活下去。这里比城里的小湖好多了，这些鱼能够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一定很快乐的。杨居士还没有到吗？我们不能再等了。王老师，我答应等他的，如果不等他，那他的功德不就……老法师告诫我们，放生的仪式要简单隆重，放生的过程要迅速确实，不可因人为因素拖延了放生，让众生多受不必要的痛苦。放生和做其他的功德不一样，我们可是在救人家的性命。你们看，这些鱼儿在桶里受惊害怕的真是度秒如年呐、我们一放，他们马上就能免除死难，这是千钧一发，刻不容缓的呀。王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哦。我回来了，还好你们没有等我，那厕所实在是太远了。三种布施俱全，放生第一，放生的功德真是不可思议。
爷爷，有些鱼死了。刚刚放生的鱼有些已经受伤了，会不会最后还是死掉啊？我们买鱼应该挑些漂亮的、没受伤的买。只要是生命，都会贪生怕死，都有他自己求生的本能。我们看到，在战争中受伤的人，不都是努力挣扎，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同胞们也都会尽全力抢救，绝不会放弃的。这些受伤的众生不也是一样的吗？在野外，自然有他求生的方法。如果真的不幸死亡，也是死在大自然中，总比受尽刀割、煎烤、酷刑而死要好吧。如果你就是那个受伤残废的物类，有人想救你，但一旁却有人阻挠，说救了也未必会活，你怨恨不怨恨呢？爷爷说的有道理啊。王老师说到这儿，学生有一个疑问，请讲吧。有很多人说放生就是放死，这对吗？王老师，我想说说。说吧。放生过程中死掉的物命不到1%，绝大多数物命都可以重拾生机，回归自然。如果因为极少数生命的死亡就不再放生，那么所有的物命就不再有存活的机会了。就好像我们曾经因为吃饭被噎到就不再吃饭是一样的道理啊。对，我们在放生的过程中，为这些因为造作恶业而沦落畜生道的众生皈依，在皈依的过程中，他们亲自听到了佛中之王阿弥陀佛的圣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我们在他的心田中种下了脱离六道十法界得生极乐世界的种子。对这些众生来说，这可能是他们千百亿劫以来都不曾遇到过的殊胜机缘呢。等到哪天这些众生的道种因缘成熟，他就能成佛，回过头来度化众生，这是多么殊胜的事业呀。谢谢老师指点。你们快看呐，爷爷，我们这边放生，他们那边捕鱼，那不跟没放一样吗？孩子记住，放生是善，自然有放生的善报，捕杀也有捕杀的恶果。我们两边各自受各自的善恶报应，总不能因为别人作恶我们就停止修善了吧，这是两回事。说的是。可他抓那些可怜的鱼总是不好的嘛。那让我们跟他说说，让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怎么样？好啊。船家，船家，船家。这位大哥您好啊。想买鱼吗？刚抓的，新鲜着呢。这位大哥，我们想劝您把刚才捕的鱼给放了。什么？您船上大部分的鱼都是我们刚刚放生的。那又怎么样？这位大哥，今天我们碰到一块儿，那都是缘分呐，包括这些鱼也是。您抓的这些鱼很有可能是我们过去不知道多少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只不过他们已经随业受报，换了另一种形体了。啊，是啊，是啊。那那么多抓鱼杀猪的不都没饭吃了？只顾鱼不顾人，好像说不过去吧。法师讲过，士农工商每一种行业都可以赚钱养家糊口，并不是说非得要杀生才能赚钱，不杀生就得饿死呀。您看您船上这些肚子肥肥大大的鱼，那不都是一位位四处辛勤觅食的慈母吗？它与我们人类有何区别？您真是一棒子打醒了我，这回我算明白了，我从此不再打鱼了。卖青菜不也一样过活吗？何必伤害众生呢？阿弥陀佛，谢谢各位了。从今天开始，我要转杀生为放生，把这一辈子欠下的杀业通通偿还清楚。嗯，好。好。阿弥陀佛。
爷爷，那边在募捐。我们过去看看。嗯。爷爷，咱们也捐点钱吧。好。我们把用来放生的钱也都捐了吧。什么？您不是每个月都存钱用来放生吗？拿那些钱来赈灾救人不是更好吗？是啊，老先生，你有救畜生放生的钱，怎么不救救受灾地区的人们呢？嗯，说得有道理啊。我们学佛的人戒杀放生，就是将慈悲心普及一切物类，对畜生道的众生尚且如此，又何况对万物之灵的人类呢？当然也要尽力帮忙解决眼前的急难，只不过我们要分清楚对象因果。贫苦受灾的人们固然要亟待救助，但总的来说两者不能互相取代。这些众生如果不去买下他放生，那他很可能马上就要面临被宰杀烹烤的命运了。他们需要救助也是很明显的，要知道我们只是一念之差就错落因果。对于这些生物，佛都视为子女，救一个物命就是救一位佛子女的性命啊。老先生，放生是好事没错，但是现在发生了重大的灾难，怎么不先救灾呢？是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两样都要去做，但是发心要放生的钱绝对不能够拿去救灾，而发心救灾的钱也绝对不能够拿来放生。至于众生千万怎么能放得完的问题，我们只要尽自己的能力随缘去放生，就算条件不足也随喜赞叹，这样也就能功德圆满了。就好像是我们的父母逐渐年老，毛病也会越来越多，总不会毛病多到一定程度就放弃医治了吧？我们也是耐心地四处寻找名医，一条一条地来诊治啊。要知道这道理是一样的，放生的精神就在于，对于命在垂危之际的众生，如果当时的条件能力足够，就发慈悲心予以解救。简单的说，放生也就是赎罪，赎今生累世所积欠下的无数杀生罪。如果不积极地去放生，这些杀业的苦报还要受到何年何月才受得尽呢？多谢老先生指点迷津。阿弥陀佛。不对呀，老先生，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戒杀放生，那将来地球不就变成禽兽世界了吗？亏你想得出来。我们仔细想想，蚂蚁、蚯蚓以及绝大多数的昆虫，我们不吃它们，对吧？那现在地球是不是成了蚂蚁世界、蚯蚓世界、昆虫世界了呢？自然界的一切乃至于物类的数量会自然地趋向平衡状态。我们现在还没有放生就在烦恼畜生过多，这就像农夫还没有开始耕田播种就已经在烦恼收成过多，商人还没有开始赚钱就在烦恼财富过多一样，这是杞人忧天啊。谢谢老先生的开示。就像我们动员所有的人力物力去救援灾区的人们，是因为我们能将心比心，切实感受到他们的痛苦，灾区的人们可能还有能力自力救济缓解苦难，但是这些可能马上要被油煎火烤的众生，除了指望我们救援之外，他们对于自己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是一丝毫改变的能力都没有的。大智度论上说，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放生就是救命，不是其他小善所能比拟的。听您这一说，我也想随缘放生了。好，好啊。好啊。有人说，如果人人都吃素不吃肉，就没有宰杀，就是最彻底的放生，就不用再放生了。吃素与放生究竟有什么不同？
起床了，王正。王老师，我来了。哦，用过了吗？用过了。王老师，放生的鸟都运到了，就在外面等着呢。好，我和王正吃完就可以出发了。怎么了，王正？没睡好？你昨天晚上睡得挺早的，怎么还是无精打采的呢？孩子都这样，总是睡不够。一日之计在于晨，要养成早起的习惯才好啊。今天是星期天嘛？就是星期天，大家才比较有空参加放生啊。我听别人说了，吃素就是放生了。我现在已经吃素了，不就等于放生了吗？吃素和放生是相关的。吃素是最彻底的放生是什么意思呢？吃素就足够了，那为什么还要放生呢？我们吃素的确是彻底断掉杀业，从现在不再累积新的杀业了。但有很多人在杀生吃肉，天天捕鱼捞鱼，上山打猎，菜市场、屠宰场、餐厅、炸鸡店等杀业不断，所以才要积极的去放生，这样才能为杀生赎罪，以救赎生命的方式偿还以前我们所欠下的无数杀债。要说吃素就是最彻底的放生，就好像四处借钱的人从今天开始不再借钱，那么所欠的债从今天起也一笔勾销了。哪有这种道理呢？这种观念一旦普及，那么所有的物命从此就丧失了获救的机会了。这累积下来的怨气就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呢，危害太大了。我懂了，爷爷。王老师，您能不能更清楚地说明吃素与放生究竟有什么不同？戒杀吃素就是不再和众生结恶缘，放生则更进一步，是广结善缘。好比一个恶霸，不再鱼肉乡民，也就不惹人讨厌了。然后他更进一步，济弱扶贫，逐渐的，人们会说他是大好人了，这才是正途。我知道了，王老师，吃素是诸恶莫作，是基本的不再去造杀业，不再欠新的杀债。而放生是众善奉行，是积极的救赎生命，与众生广结善缘。爷爷，我们该怎么做呢？放生与吃素是慈悲心的一体两面，当然要相辅相成，同时并行，才是慈悲心的真正发现。放生的人如果不能吃素，想一想，我们一个月内至少要吃90餐饭，但能不能放得了3-4次生呢？因果不能互抵，最终这些杀业还是要偿还的。吃素的人如果不能放生，以前所欠的杀债要怎么办呢？逃不掉的呀。所以除了吃素放生，还要忏悔，这样的修行才能圆满。谢谢老师。我知道了，爷爷。我吃完了。好，走吧，放生去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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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
回。杨居士，我们明天放生，你来吗？我怎么了？这你怎么了？我能帮忙吗？可是王老师。哦，请坐吧。杨居士有些放生上的困扰，想请教您。说吧。我看了一些报道说，放生就是放死。首先，被放生后的生物很多都会死在荒郊野外。其次，放生前后环境的变迁，例如经纬度、气温、水温的变化，湖水、潭水的清浊，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放了也未必会活。再者，放了虾米被小鱼吃，放了小鱼被大鱼吃，放了大鱼还要被人吃，所以放了也难逃一死。有这些财力物力啊，不如干点别的事情更有意义。世界上禽兽畜生有千千万万，放生你放得完吗？也不动脑子想一想，光想着放生放生放生，对你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啊？王老师，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不该放生了。啊，知道为什么要放生吗？嗯，放生主要在培养我们的慈悲心，至于不同的物类之间有猎食者与被猎食者的关系，就算我们不放生，这种猎食关系也还是存在的呀。这就是无量劫以来互相欠下的杀业因缘所形成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就想不通呢？至于说到放生的物命，最终还是难逃一死。那是不是见到人有危难，或者自己生了病，就放任不管了？物类在我们放生之后，活着能够有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品质，死后能重归大自然，就不枉费我们的用心了。我知道了。我们应该多吸收放生的常识及经验，观念及做法才正确，清楚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才不会放肆。我们应该出发了。好。看见这些鸟儿自由自在的飞翔，真是高兴啊。王老师，您再简单讲讲放生的道理吧。老法师提出过五点：第一，凡事都有因果报应，放生就是救人家性命，中了这种善因，一定会得善果。对别人的批评建议，要虚心的好好检讨，有错误的地方就要改，要做到如理如法。第二，天地万物众生都有灵性，我们放生，物类都知道感恩图报的。第三，众生都有佛性，只是因为前世造了恶果，今天才沦为畜生，我们放了他，说不定往后他修成佛果，还回过头度我们呢。第四，众生和我们在过去世都曾当过父母、兄弟、亲友，放生等于是救自己的亲人呢。第五，我们和这些众生可能曾经是冤家仇敌，现在放了他，冤仇从此化解，也就免掉了未来的恶报了。那么您说的天地万物众生都包括哪些呢？难道害虫猛兽也都可以放生吗？只要放生环境适合，它们能继续活下去，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不危害社会安宁，只要有生命的个体都可以放生。放生最大的利益就是长养了我们的慈悲心肠，让我们体会到天地万物都是平等的，都有佛性，都能成佛，让我们能平等地看待每一个生命。相由心生，福从心更。当慈悲心、平等心真的从内心发出来之后，相貌会变好，身体会健康，生活也会更加幸福美满的。谢谢王老师。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于种种有关放生的质疑批评，我该如何回答？
放生有好处的科学依据在哪儿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放生呢？愚昧无知啊，国人的素质，国人的知识水准要提高啊。哪位大师可以告诉我放生有好处的根源在哪儿啊？说不出个所以然了吧，放生就是迷信，就是愚昧，蛊惑人心呐、啊、爷爷，戒杀放生是源自我们内在本有的慈悲心，越有智慧的人业障越淡薄，慈悲心就越显露，自然就能认同护生放生。业障越重的人越自以为是，他的慈悲心像太阳被乌云遮住了一样。至于他的学历和地位，那是他前世修福的果报，跟他是不是真的有智慧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反对诽谤阻挠放生的人不了解真相，就随便反对阻挠人家去放生，因此让千千万万的物命无法获救，含冤而死。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一定要好好宣导，要不然中了恶因都还不知道。爷爷，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简单，不明事理。佛说众生皆有佛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慈悲心及恻隐心是属于心灵上的，很难用科学来说明。而且放生得健康长寿，也可以免刀兵劫，这是因为无畏式的果报，三世因果这种报应的事科学也逐渐证明。所以只要如理如法地去做，让他们体会到放生的好处，这样误会自然也都将化解。大哥，你看这是什么？从没见过怪东西。看起来他伤得不轻，我们是不是想办法救救他呀？我看不如抓回家再来吃了吧。拜托你救救我吧。你看你以前放生的那些现在都怎么了？大概全都死在山里了吧。你放了他，最后不也就是落个被老虎猛兽吃了的下场？那还不如给我吃的好。大哥，您打猎已经欠了很多血债了，少杀一条是一条吧。对，他生下来就是注定要给人吃的，吃他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谁让你吃啊？大哥，您发发慈悲，让他留在这儿吧，让他在这待一晚上，说不定啊，他还就恢复了呢。你也知道他受伤了，就算放了也活不了啊。求求你救救我。大哥，这种动物我们从来没见过，可能是快要绝种的动物吧。嘿嘿，那就更好了，吃一回稀罕玩意儿说不定特别的滋补呢。市场里的鸡鸭牛羊肉随时都可以买，你又何必为难他呢？这种怪东西放了说不定还会影响我们这儿的风水呢，我看还是吃了算了。大哥，你怎么执迷不悟呢？执迷不悟的人是你，哪来的这么多道理？整天放生放生的有什么好处？放生就是慈悲，放生就是愚昧。你，全都给我放了，那我吃什么呀？救命啊！别杀我，别杀我！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爷爷，你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您不是说放生就是愚昧吗？不可以这么没礼貌。我老教授，我们欢迎您来放生。是啊，欢迎您。愚昧的是我呀。一念地狱，一念天堂，只要我们把握住当下的这一念真诚慈悲，过去的我们就不要再多想了。从现在起发心放生，一样功德无量。谢谢，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你看看，这也是您佛缘深厚啊。这个梦可真是当头棒喝，在猎人刀子过来的一瞬间，我才体会到我错了。因为你以前反对和阻挠人家放生，跟众生结下的冤仇太深太重了，所以菩萨慈悲用这个梦境来点醒你。你梦中的那个樵夫就是你的慈悲心，那个猎户就是众生的怨念，恶念的力量压过慈悲心，你施加给众生的冤屈痛苦自然就绕回来加到你的头上。我也不知道我以前到底怎么了，那么肆无忌惮地反对放生，现在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呐。哎，如果那些还在反对放生的人也能像您这样就好了。为什么现在反对放生的人那么多呢？因为放生是最简单易行的消业障方法，我们累劫多生以来，多少冤家债主哪里肯让我们这么轻易地就消除业障，成就道业，自然是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方式混淆视听，阻挠我们放生啊。我以前成天在电视里宣扬错误的观念，加害众生，真是罪过呀。老教授，只要我们从今天起积极地放生护生，同样功德无量的。首先我要承认我犯下的错误，不知有多少生命因我而受苦受难，今天我要声明，放生就是智慧，放生就是拯救我们自己的良知。啊，对呀，这位老教授觉悟了。好像还是有很多人不支持放生。我也觉得现在提倡放生很难，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是末法时代，众生业障深重，福分越来越薄，大多数人被自己的欲望牵着鼻子走，把杀生害命当成是享受，把修善积福看成是愚蠢，失去了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放生的因果道理相当深奥，被世俗偏见所阻碍的人们对放生没有办法升起信心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放生很快乐，要让更多的人也来放生。再说放生一定要很小心，不能随便放，有人把鳄鱼放到公园里的水池内，造成游园大众的惊慌，也有人把一些毒蛇放到市区内的小山坡上，造成社区住户的恐惧，这样的放生一定会破坏社会的安宁，自然被人反对。所以在发心放生前要计划周详，这样被放的物命才能继续活下去。天地万物都有灵性，哪有不知道感恩图报的，也许下辈子还得靠他来救我们呢。尽管放心地去放生，要知道种什么因就一定能得什么果，放生就是救众生的命，要吃肉杀生就是害人家的命。恶因恶果，善因善报，跑不了的，所以戒杀放生功德无量无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王老师，放生的物命总是有些会在过程中死亡，对于这些死亡的物命我们抱什么态度呢？老法师告诉过我们，福报最大的莫过于这些经过放生皈依念佛一世之后当天命中的众生了，相信他们能够及此早日脱离三恶道，早日转生念佛修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殊胜因缘去哪里找啊。所以我们只管发慈悲心救赎生命，设身处地地为每一个生命着想，就算误命，万一不幸死亡，也给予了这些众生无限的祝福，也算功德圆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黄老板，货到了，你看。哎，真巧，正好没狗肉下锅，客人们都等着呢。那好，马上给您卸货。哟，熊总，您来了。今天您一个人啊，还是上老包厢吗？哎，我学佛了，不但不是来吃狗肉的，还是特地来买狗放生的。啊？这些狗我全要了。哎，放生？熊总，这客人还都等着呢，您就给留几只吧。怕我没钱呢？我多给你钱。不是钱的问题，这里有十几只狗呢，你也没地方放啊。谁说没地方放啊？放西郊后山呢。哎，全放了。真要放了？叫你放就放，哪那么多话呀、啊？放放，熊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可是大功德呀。李老，您看这些狗，昨天没有啊，哪来的这声势？上当！看老夫，哎呀，您刚性被狗咬着，那快走吧。这些狗是不是人家放生的呀？不清楚。王老师，这位熊先生想和您谈一谈。哦，有什么事吗？那些狗都是我放的。哦，熊先生，这么多狗因为您而绝地逢生，这可是大功德一桩啊。只是如果能够在放生之前仔细地评估对放生地点的冲击与影响，做好放生场地后续运作的规划等，那就更加的功德圆满了。早该向你请教的，那还有什么该注意的呢？还有要配合国家的法令政策，有些地区禁止野放特定物种，有些地区要事先提出放生申请。最重要的是，放生是安众生的心，要细心周到，处处为众生着想。谢谢王老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一个办法，我想请些人把这些狗都找回来，在这儿建个爱心园，让街上的流浪猫流浪狗也都能住在这里。好好，如果能请兽医先做结扎手术，或是公母分开饲养，那会更圆满的。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您真是这些众生的大菩萨呀，熊总。是啊，慈悲救命，功德无量。应该的，应该的。那些流浪狗真可怜，他们对主人永远都是忠心耿耿的，但他们的主人却狠心地抛弃了他们，他们一定很伤心的。小郑说的对，既然养了它，就不应该喜欢的时候爱得不得了，不喜欢的时候就把它们丢弃。我们对动物也应该有一份道义情义呀。对，有缘才会共聚一堂，应该像对待家人一样疼惜他们。但愿众生得安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尺荷花，被他们放的巴西龟啃得茎断叶破。就因为这些人贪图什么功德，随便放生，搞成这片破败的景象。这样放生好像不对，是吧，爷爷？正儿，放生能够让生命保全下来，这是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那是不用怀疑的。那他刚才说的什么破坏生态环境呢？那是怎么回事？孩子，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嗯，你想想，如果你放生的福寿螺，它们繁殖得很快，把农作物全都吃光了。为了保护农作物，农夫被迫全面捕杀它们。害别人杀生就不好了。对呀，凡事都有利有弊，让生命免于危难，这种关怀心是绝对没错的。事情的好坏不能只看当下，必须要看它的长期影响。我们加诸于大自然的伤害远大于其他物类所造成的，而我们只检讨放生，却不检讨我们的各种做法恰不恰当，应不应该改变，这似乎是舍本逐末了。王老师，我们来了。叔叔阿姨好。小郑你好。王老师，熊总他们。我都知道了。请坐吧。王老师，我们当时确实不知道那是外来物种，也没有考虑到荷花会被啃掉，只知道那些巴西龟马上就被杀掉，就全都给买下来了。没想到你来这么多的指责。我知道您不要太过自责了，可这荷花的确是因为我放生而回来的呀。放生绝对是正确的，不要让这次不好的经验动摇了这珍贵的一念慈悲。是啊，熊总，不要因为这一点小挫折就完全否定了你放生的慈悲心和善行啊。但这次不好的示范影响太大了，你们也看到了，电视里面专家说了，破坏了环境，后果很严重啊。为了饲养家畜而砍掉树来种植谷物，以及家畜排放的温室气体，是全球升温最主要的原因。一旦两极冰帽融化，整个地球都将遭受空前的大灾难。这跟一池荷花被啃掉了，哪个比较严重呢？说的是啊，谢谢王老师。爷爷，我记得您以前讲过，放生要选择适合物类生存的地点，对吗？嗯。最好选择人烟稀少、地广水质好的环境，对吧，爷爷？对，尽可能的为他们着想，让他们能舒适的存活下去。王老师，那现在这些上千只巴西龟该怎么办？也许有办法，说说看。这次真得谢谢你了。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让我学到了放生的真谛，也给我一个放生修福的机会。巴西龟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一定很快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